我是大山，半个月没更新视频是因为我俩一周前的某一天早上，发现小区已经出不去了，宅家憨吃海胀一周后，冰箱已被掏空，正愁家里仅剩的物资快被我们吃完的时候，温暖来了，社区送来了好多食物，今天就给你们饿了快一个小时的山做顿豪华版方便面。我发现我家这位真的是九亿少女的噩梦啊！多谢谢你，来嗦一口。天哪，太好吃了，这料也太足了吧！我宣布，这将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方便面。自己煮方便面一定要煮一点这个豆皮，太入味了。哦，不想说话了，我先嗦几口。你这感觉太爽了。这个也太得劲儿了，主要是这个味道吧，是我爱的那种牛油火锅的那种香辣味儿。老板，这个面什么时候上市啊？能出小区再说吧。唉，虽然是特殊时期，咱这馒头还是得精致的吃。好吃啊，好吃啊！还有我喜欢的烤肠，幸好这个烤肠吧，之前在家里存了半个冰箱。我吃两口。你为什么总是要吃我的东西啊 ？Kiss，Kiss，Kiss！ 我们是相爱的。Kiss， 没什么才艺，给大家炫个玉米。你们肯定看饿了吧？饿了可以。把汤喝干净是对这碗方便面最大的尊重。天哪，现在已经晚上11点了。你再这样吃下去，到时候可能胖到连小区大门都挤不出去了。我能胖到10米宽呢。对了，你们是几点刷的这个视频的？不会又是晚上吧？下课不？你好，我是大山，干冰万物3.0强势回归。今天我要你试试干冰刺身。这么久不见，一见面就放大招啊！100元一只的红魔虾，海绵宝宝的章鱼哥，这么重口味，那我再加个粉丝呼声最高的小清新棉花糖吧。那快开始吧。OK， 先铺上干冰，盖上保鲜膜，放上2只红魔虾，中间放个八爪鱼，周围铺上棉花糖，等待10分钟。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好了。是哪个粉丝想让我吃干冰刺身啊？这玩意儿能吃吗？又硬又腥，我拿去煮火锅不香吗？听得好舒服，吃舒服了吗？这棉花糖外脆里软，居然有冰淇淋的感觉。幸好我自己准备的东西还靠谱。家人们，下次你们还想看我干冰冻什么，评论随意点赞。我是大山，今天是足不下床吃遍所有美食的第7天。松师，我考考你，入秋了应该干嘛？等等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秋天的第一束花，秋天的第一个包，这都是我教了9年的学习成果。立秋了，我还要给我的山把秋膘给贴起来。今天就做一个四川女人限定版秋天的第一顿油爆爆的冒菜。这里面都有什么蟹肉棒，我最爱的毛肚，还有虾滑。豆泡煮冒菜真的绝了，这折耳根捆的也太乖了吧。松狮来倒水，有点我自己喝，喝一个小瓶的还要跟我抢，烦死了。先喝口肥宅水，可以开干了。在四川来说，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毛菜就是一狗子的火锅。先来一个这个蟹柳，好辣啊。大米饭必须要有，来一个豆芽包一点米饭。太巴适了。我先把里面的毛肚干掉，毛肚焖久了就不脆了。毛肚当面吃的感觉太爽了。Cheers！ 这是一枚吸满汤汁的豆泡。这秋膘贴的我是心服口服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还有人没吃过冒菜折耳根吧？没吃过的扣一。我曾经是跑两口，碗筷准备好了。是谁又忍不住了？我不说。红薯也太好吃了。我肯定懂你啊。再一个就是爱情。来张嘴。吃饱了 ，Come on， 喂。老婆，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出去喝点。为啥呀？秋天的第一瓶酒花，我陪你勇闯烈。